关于爱情，你只能很努力，不是努力让他来爱你，而是努力让自己无愧于心。明明再走一步就要踩空掉下悬崖，他还像白痴一样看着天空，偏偏喜欢这个愚人的就是我。东西南北不堪行。一定，我喜欢你，跟我在一起吧。其实我跟你们两个恩爱干我屁事哦。无论如何都不给放弃去爱人或是被爱，可以慢慢来，但不要放弃。你是不是也喜欢朱浩？我们还是朋友吗？你要放弃你自己，那是你的权利，但我绝对不会放弃你。你觉得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？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去你的世界保护我吗？你是我的，对，我交男朋友了，所以麻烦以后跟我保持距离，因为我不想让依静误会，更不想让我的男朋友误会。